早上好，又是大素颜的一天，而且这里还长了个痘痘。算了，这里还有点包。哎，我为什么这里会长包啊？我昨天擦的是La Mer哦，好痒。今天早上我和老公要去体检，这体检我心里面总是有点不舒服的，就是我们俩要找同一个家庭医生，所以说要么就是找男家庭医生，要么就是找女家庭医生。我不愿意找男医生，所以就只能找女医生，但是女医生检查老公的时候我还觉得很烦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今天找了个新的家庭医生，她是一个会说中文的一个台湾的老婆婆，试一下吧。我还挺多问题的，我想问一下她，对，就各方面调节一下，然后还打算问一下她Birth control 避孕药的问题，实在是不想再用套了，好浪费钱啊！看看哪种避孕药好。如果最后我买了避孕药的话，会告诉大家。我的老公已经体检完了，然后我现在换上了他这边的这个病号服，然后等医生过来给我检查。刚刚老公查出来了好多问题，然后要做一个睡眠这么。sleeping study 就是一个睡眠测试，因为我老公打呼噜的问题特别严重，也有呼吸骤停的情况，然后所以医生让他做一个 sleeping study。今天被医生教育要多喝水，我知道 I know， 但是好吧，但我就是记不住喝嘛。有的时候我会出现那种心脏跳动过速的情况，然后医生说有可能是因为我太缺水了，然后有一点脱水的症状，或者心脏会跳得很厉害，所以让我每天要喝2升的水。好吧，我尽量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乖乖用来做什么的？用来干什么的？做成糖糖，然后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好的，那妈妈把它打开了啊。可以。板凳。板凳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做成板凳的，是不是？这样长得好像个板凳，把它拿开。那妈妈帮你打开好不好？打开了，里面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用来挤的小口袋。好，三袋颜色调料。挑战失败了，做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没有眼睛、没有鼻子、没有嘴巴的东西。然后乖乖就已经把它吃掉了，原材料就已经吃了一半，现在在吃剩下的另一半。我的包裹到了。看这个性感的红唇，然后把这个撕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 Ultra HD 的 Foundation， 我的色号是 Y235。然后这个是那个 Water Blend 的那个新的粉底液，我的色号是 R250。是的，我知道差别很大，一个是黄色底，一个是粉色底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颜色的色底，我觉得黄色粉色我都能用，但我老公会觉得粉色会好一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 loose powder 送的一个，还送了一个 primer。 好，就这些。哦，红唇再来一张。我们两个傻瓜到了 Costco 发现没有带卡，没有带卡，一般的情况下不会。哎呦，所以我们进不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去 Safeway 买了一点菠萝干，看起来就很甜的样子。 Nice， 我今天拿到药了， Birth Control 就是避孕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长这样。好吧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药，这样打开就是这个样子，分为四周，一周七片，第一周、第二周、第三周、第四周，就前三周是可能有一点激素类的，然后最后就只有糖片的没有了。